主料，芋头10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辣椒、葱、香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芋头去皮蒸熟，加水，将芋泥、鸡蛋、辣椒、葱、香芹、盐放入盆中，揉成团。锅中放入油，将芋泥做成小饼，放入锅中煎，发面煎，煎到两面金黄色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要中小火煎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